金马奖这个国家的活动啊，在金门马祖来举行是再好不过的了。尤其是我们可以借助这种大型的活动来带动地区的产业啊，像我们金门金酒这种是国家的资产啊，把产业跟这个大型的活动结合在一起啊，可以说是非常妥当，非常适当啊，所以我们非常乐观其成。